的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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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咱们大珠峰是养了一千个狼呀！啊，是娘。我们在练功，在练功。要练，是娘陪我练。师傅，香，赶紧开饭。哦。幸亏我早有准备。香啊，志云哥，吃饭。老七，你练得怎么样了？师傅，我上山这么多年，连第一层都没练出来。小凡还要做饭呢，哪有时间练功啊？师傅，我第一层练得差不多了。可以，老七，你可以啊。行，我原本以为要等我进了棺材才能等到这一天。来，为师试试。去。真气很足。师傅，你躺着干嘛？我在感受小凡传给我的天地之灵气。玉清镜第二层，调息吐纳很重要。你要放开心念，禁止诸般烦恼，行大周天运转，借此与天地一息，进而感悟天地造化，慢慢进入大定。
千万要记住，此株危害极大，会乱人心智。哎，我感觉到你体内很奇怪，怎么会有两种气在互相冲撞？我着急引导，练差了。你上山到今天，已经整整十年了。今天也是我爹娘的忌日。小凡，这十年来，我知道你一直想去一个地方。师姐，青云门规，弟子不能私自下山，若是被师父发现，还会连累师姐被罚。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别怕，有我在。十年前的今天，我和青雨砍完了柴回来，看见整个村庄被雷电包裹。小凡，快看！这嗜血珠谁都封印不住，没觉得你已经无法控制了吗？不如老老实实交出来。妄想！发现全村人都死了，包括我爹娘。那你呢？我哪儿都不去，我要留下来陪我爹娘，我娘还等着我回家吃饭呢。你爹娘已经没有了，以后我就是你师姐。十年了，青云门到现在都没有查出当年屠村的凶手。爹，娘，原谅儿子这么久才来。
总是这么懒散，这么多年才收了七个徒弟。我大竹峰啊，向来是宁缺毋滥，收一个是一个。我看你就是懒，还找这么多借口啊！无意师弟，你的那个爱徒张小凡最近如何了？鲸鱼这些日子快要超过他的师兄了。苍松，当年你把资质最好的挑走了，最差的留给我。哎，现在你问我这个，是想要笑话我吗？关心一下而已。你们的弟子都很勤奋，经常夜闯小竹峰，来偷看本门弟子练功，还请各位看好自己封的弟子，以免坏了不许私自闯封的规矩。水月师辈，你指望他们看好自己的弟子，岂不是水中捞月？当年你练功的时候，他们谁没有偷看过？掌门师兄，据我所忆，当年偷看的人中也没少了你。小竹峰的人不仅武功好，技艺更好。好了好了，这次召集诸位是让大家意义青云门一甲子一次的比武盛会，七脉会武，近来魔教蠢蠢欲动，借此会武历练弟子，正好选出领军之人。有我弟子陆雪琪在这儿，这次第一必是小竹峰的，你们其他六脉想也别想了。水月师妹，你想的太多了吧。跟上跟上跟上。哎，六师兄，哎，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哎，师兄带你去长见识，去学艺。哦，跟上。哦，回风曾叔叔，姓回、啊、大竹峰张小凡，姓回。哦，龙首峰姓回，姓回。落霞峰姓回，姓回。通天峰姓回，姓回。朝阳峰姓回，姓回。一同学艺，请请请请请请。踩我！急什么急？哎呀，你别推我！谁踩着我了？哇！知道小竹峰的深渊有多深，今天我倒要拿你量一量。四条鱼给你吃好不好？师姐，我错。我说，师姐，
你生气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好看，你还是多笑笑吧。我让你再贫嘴。好，硬的不吃来软的。要不要救王琦？师姐，你别脱我衣服呀、啊！好像很舒服。不好吧，师姐？哎，早知道我去定罪了。师姐，好痒啊，师姐。老七，哇，刺激，过分呐！哎，我不行了。哎，老七，可以呀。怎么样？他们走了没有？师傅说话，睡觉。不对，是丧尸虫，快把老七抬回去。快，走走走。哎，这么巧，怎么加呀？这得加到什么时候？老七，忍着啊。这陆雪琪也太歹毒了，竟然给我们老七下瘙痒虫。老七，你忍着啊！大师兄，这什么时候能加完？老七快痒死了！老七，你稍微忍着点，要不然告诉我师傅是娘吧。你别干！我不行了，不行！不是，大师兄，你得想想别的办法，这要不然老七不一样，这加不完吧？那也得加呀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哎，干嘛？丹炉烧虫子，对对，高温杀虫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走走走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你们带我去哪儿？忍一下就好了，忍着点啊。丹炉，这要疼死怎么办？扔油锅里炸。那小凡会不会被炸成油饼啊？对，是啊。哎呀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把它放下去。炸成，炸成，别动了啊，老七。架火，架火，坚持一下，老七。坚持一下。疼死我了。老七，你忍一下。对，加住了。小凡呢？啊，咋烧了？不行不行不行，你们想害死他呀，快放出来。瘙痒虫越烧越多。就放这吧。哎，轻点轻点。我看看我看一下。好点了吗，老七？不行了不行了。好点了吧？你们带小凡私闯小竹峰，被发现了还让小凡一个人顶罪，要这虫子好不了，我非告诉我爹，让你们一个个受罚。我们是带他去学习学习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学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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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还不去外面守着，真想被我爹发现啊。哎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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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哎，别动，我去后山磨了黑竹粉，这个啊专治瘙痒虫，你要忍耐一下哦。别动，忍一下。师姐，我听说这黑竹十分难寻，而且都生在全是瘴气的地方，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头吧？你都这样了，就别担心我了。好险啊！幸亏我手上有药，把这虫子给熏死了。要是它钻到你耳朵里去啊，你啊就大祸临头了。哎，别挠，别挠，越挠越严重。谢师姐，你千万不能挠。别动，忍一下。林尊，林尊，林尊，我有事情找你。这次问题绝对不一样，是新的问题，快出来！你就不能帮我一下？气死我了！你不出来，那我自己吃了啊！林尊，你来了，我知道你不会不理我，是吧？林尊，我自己都觉得烦，但是我还是想问，这次我一定要向师姐表白，但是我又不敢。
你能不能教教我啊？我天哪，不好吧？我能不能换个方式？我你又烦了。你是一只神兽，有点耐心好不好？跟我一个凡人生什么气啊？小凡，师姐，嗯，给你。小凡，马上就要七脉会武了，你得赶紧多学一点，早日追上他们。玉清静心法，师姐，这不是师父的？你不说我不说，谁会知道？嗯，我一定努力学，不给大竹峰丢脸。嗯，你要引天地灵气入体，与体内真气合一，走任督二脉，运转不息。身如钟鼎，无气吞咽，气走七经八脉，气放下执念，七经八脉哪来的气？哪来的脉？必须几条气，我烧身断，直身天庭，忘记忘记的呼吸，心静如水，凝聚真火。危害极大，会乱人心智。你日后找个深谷悬崖扔下去。娃娃，我想选你做我的传人，你愿不愿叫我一声师父？今日之事你不可与第二人提起，也不可以说出我的名号，传你这法门不能在他人面前修炼，你做得到吗？师父。师父，你留给我这颗珠子，这么多年都没舍得扔，我带着它越来越心神不宁。今天也该把它扔掉了。你想要这个？这个不能给你。啊！
物才能发出如此冲天杀气。当年魔教之宝嗜血珠现世，天下和今天一模一样。难道嗜血珠真的现世了吗？鬼王宗一直在寻找嗜血珠下落，如此天变，鬼王宗一定会出现，速派弟子查清。终于现世，竟然引出摄魂棒这种天外来物，两件宝物融为一体，都要归我鬼王宗。我的珠子呢？这次救了你，下次别抢我东西了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掉进水里刚爬出来，天就变了，那个蒙面人就出现了，还出现一只猴子，他咬了我一口，你看，哎，怎么好了？好了？啊，
我还想问你呢，我怎么会在你床上？你昨天晚上对我做什么了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我不管，我一姑娘家平白无故跟你睡了一晚上，你得赔偿我。赔偿？我赔。我厨房的腊肉全都给你。我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下毒啊？这我看你这棍子不错，就把你这棍子赔给我吧。这棍子，哎，拿来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是你这棍子把我拽回来的。说这棍子是不是听你话？没有，他不听我的，我也不知道他听谁的。你真不知道？骗子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都怪你，害我莫名其妙挨打。说，昨晚是不是你对那位姑娘起了歹心？你竟然听得懂人话！这次参加七脉比武，大伙儿要精神点，别给我们大主峰丢脸，尤其是你呀，老七。师傅，我也要去啊。人数不够，只能你来凑了。哎，你们谁来试试他的功力啊？哎呦，我来，老七，我来。老七，接招！哎呦，厉害了，老七！好模样的，老七，真厉害了，厉害了你，老七。老七，你的功力长得挺快的，我来试试。金宇，原来你们大竹峰上上下下都欺负小凡。哎，金宇，你误会了，师傅他们对我很好的。小凡，不用替他们掩饰，当初你我二人一同上山，你又这么勤学苦练，可为什么偏偏现在就你功法修为最低？还不是你这个师傅不愿意好好教你。说什么？放肆！金宇年少，冒犯之处，还请田师叔与诸位师兄弟多多包涵。他就是龙首峰藏松道人的首徒，七号，听说修为已至第八层了。秦师兄，师叔，掌门有令，此番七脉会武提前，请田师叔早做准备。到此。又是你，哎，这花开得好好的，你干嘛把它折了？我摘了这花，便是这花的福气。被我闻它香味儿，更是他三世修来的缘分。你这样一个俗人，又怎么知道？你把这花折了，便是连命也没有了，他怎么会高兴啊？你又不是花，你怎么知道他不会高兴？那你也不是花，你怎么知道他会高兴啊？你看。花都流泪了，保不准是疼哭了。花儿累，
我生平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个大男人把露珠说成是花儿的眼泪的。哎，你说咱们那天晚上到底有没有？你说呢？别出声。你放开我！出门的时候还带了呀！你一个大男人家，出门不带棍儿！我不是。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要再害我了，行不行？小凡啊，师姐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。哦，你呢，作为一位男子，你要是约一位女子去赏花，那是不是说明你心中有她？哦啊、哦、那如果你经常想要找理由和她见面，然后又很关心她的一举一动，那说明什么？就说明我很喜欢他。真的？师姐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没什么没什么，接着坐接着坐啊。谁喜欢我？谁喜欢我？有没有人站出来当面讲？面讲啊！我们都喜欢你，赶紧回去练功。啊！丢死人了，都被他们听见了。站住！我就喊了一句，怎么这么多人追我？哎，怎么你也在跑？别跟着我！不是我跟着你，是有人在追我。哎，你也别跟着我，给我站住！别跑，快找个地方躲一下。跟我来。大王，守住门口。你老实跟我说，他们为什么追你啊？我是掌门坐下的使唤丫头，犯了门规，打算逃下山。你既是掌门坐下，为何出现在我们大竹峰、啊？刚刚听到有人在山顶上还喜欢你，我来看看是谁这么喜欢我。你别误会，我心里已经喜欢一个人，可是那个人却跑去跟别人见面，这怎么解释啊？喜欢别人呗。可他对我很好，我难受的时候他陪着我，我受伤的时候他熬夜煎药喂我喝，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他护着我。哦，还有一次，哎，人呢？哎，什么时候跑这边来了？听你讲话，那边听不清楚。哦，
那你说，他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？有一点吧。是吧？我也觉得不可能一点都没有。你知道吗？我心里一直把他当做最亲的人，我觉得他也一样。你说，是不是因为我一直都没有？你又在干什么？你能不能好好听我说话？我在练功啊。什么功？蛤蟆功。哦，从小到大，我心里头只有他一个，他从来不会嫌我笨，还偷偷教我功夫。每次我被师父骂，他都会维护我。啊！我把他说睡着了。大黄，我去拿点吃的，你就乖乖守在这里啊。我给你带了好多吃的，你居然回来了。这什么肉？黄霄野怪，能有什么肉？大黄，你怎么可以把我当大黄？这是兔子肉，好吧？兔子不能这么烤。那还有一只，你来啊。嗯。这烤兔子呢，不能像你刚才那么烤，不然这外面都焦了，里面还是生的。你拿这东西烤兔子？啊，这棍子凉，我拿它烧火添柴，趁手得很。好了，哎，快尝尝，不错吧？怎么样，好吃吧？居然跟我娘烤的一个味道。有一次，我跟我娘掉进深洞，饿了好久，我娘割她的肉给我吃。等我被救出来的时候，我娘已经去世了。她是为我而死的。如果能用我的性命换回我爹娘的性命，我一定会这么做的。所以，我相信你娘也一定是这么想的。那你的父母呢？我的父母十年前被人杀害了。那你没想过为他们报仇吗？刚上青云门的时候也想过报仇，但现在也就慢慢放下了。你看这火，可以摧毁一切，也可以烧水做饭，一切都在一念之间。与其去恨一个不知道在哪儿的仇人，不如好好珍惜现在身边的人。你将来有什么打算？打算，我还没想好。那你呢？我想去一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。那等玉清境修炼到第四层，就可以下山了。到时候我送你下去。你怎么这么容易相信别人？因为我看你像个好人。哦，对了，我叫张小凡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碧瑶。碧瑶。好，下次我还烤肉给你吃。叶为帝，傻子，过来，我不打你。叶为帝，
经过。幸会，幸会啊！你瞎吃什么？嫂子被你害惨了。哎，我知道啊。哎，所以我才喜欢你这种，挺身而出、两肋插刀朋友，对吧？哎，看陆雪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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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找死！此次比试是抽签决定对手，共有63人参加，哪一个弟子抽到1号蜡丸，就可以直接进入第二轮。抽签开始。你怎么不抽？他不会飞。对对对，他不会飞。我抢到了，22号，来，3号，你看，我7号，8号，我17，再来20号，我的目前心底，哎，我这来了4号，我主力，我觉得压过了，你给我看看呗，我还以为我1号呢。我抽到了一个11号，你看不到我抽的，哪一个弟子抽到第一号了？哎，我抽了，他抽什么呀？是不是在那头？他抽到了1号。啊！哎，哇，这效率太好了吧，他晋级了，我怎么没这命啊？飞的就是哇！第一次参加会晤就能直接进入第二轮，以后有的吹了。太不好了，就是，陆世杰，陆世杰，你为什么把1号让给我？轮空取胜，对我来说是耻辱。参赛者倒地不起，或自动放弃，即为淘汰。胜者晋级下一轮，直到决出第一名。好。哎，师姐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这是最重要的一场，让你开开眼界。哎，不对啊，六师兄的比武场在那边。看齐师兄比武，才能让你长本事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跟那边，快点。小凡，你快点，我不等你了，我先去了啊。龙首峰弟子7号，朝阳峰弟子白亮。陆雪琪马上就要亮相了，哎，你看这些人这么着急，这是龌龊至极呀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怎么这么高啊？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啊？来来来来，你坐下来，来来，让我牵着，你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刚起身，怎么都走了？完了！我讨厌陆雪琪啊！陆雪琪剑还没出鞘，比赛就结束了。大珠峰杜碧树，领教，赵加油！加油！朝阳峰雷军，呀！
第一轮共淘汰31人，明日第二轮对战者大竹峰张小凡对朝阳峰楚玉红，小竹峰陆雪琪对通天峰段雷。这些年你练功太急，伤了心脉，往后的比赛你还是放弃吧。徒儿不在，愿为小竹峰一搏。为师功法渐退，外人不知，你是知道的。小竹峰急需一个领军之人，此次会晤，徒儿再练。此药可在危机时救你性命，必须随身带着。师伯，上台啦。小师妹也比武，哎呦，对啊，我要看小师妹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大竹峰张小凡向楚师兄请教。张师弟，今天咱俩的比赛也算是创了记录，台下就一人观看。小凡，你大竹峰的师兄弟都走了，现在知道谁是真兄弟了吧？打吧。张小凡加油，张小凡加油。对，小心我乾坤无敌。我有什么好吗？你还打不打？等，张小凡加油，张小凡加油。哎，我想好了，乾坤无敌追魂斩，我速战速决了。兄弟，你真是大智若愚啊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哎，比赛比完了。哎，嗯，哎，大师兄，这怎么了？除了小师妹，我们全军覆没，师傅正生气。啊，输了就输了，就当见识一下嘛啊！可是我胜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胜了？师父师娘，我刚才是侥幸胜的。我还以为我们大主峰会全军覆没，没想到还多了一个金，下一轮的。厉害啊！我听说那个楚玉红平时特别厉害，朝阳峰的人跟我说他最近闹肚子，我还以为是假的呢。闹肚子？小白，你运气可真好，来多吃点肉。老七，你跟大伙说说到底是怎么胜的。我一上场他就冲了过来，然后我眼睛一闭，拿起这个棍子一挥，我再一睁眼他就倒下了。老七厉害呀！一直告诉你们，千万不要看轻对手，很多强者都是这样阴沟里翻船的。师父说的对。
金宇，我肯定打不赢你。没事，等一下我多和你打两个回合，让你输得不那么难看。不错，小凡，功力有长进。都是金宇你让着我，再来。金宇，这次我不让着你了，再来。竟然都是骗我的！他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我赢了一场比赛，却输掉一个好兄弟。你走吧。再也不要跟着我。就习惯了，没事，小凡。你看我，逢赌必输。可这么多年了，不也没事儿吗？我们回去做饭。我又胜了。不可能吧？啊！他胜了，胜了，小凡胜出了，胜出了，胜出了。老七呀，输进我有你的。胖脚，好好伺候你。胖脚，咱大叔峰只剩下小师弟你一个人了，伺候你是应该的。好，最关键，明儿还有一场恶战。就是啊，陆雪琪，啊，陆雪琪不好打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娘，老七，告诉为师的，你这一身道法修行到底是怎么来的？你可知道？背师偷艺乃是我青云门中大忌，轻则面壁十年，重则废去道行，逐出青云。爹，这不怪小凡。师父，请您责罚我吧。小凡，老七，小凡，老七，你没事吧？爹，是我。快把老七带出去。来，走走。明明知道是灵儿偷偷教的他，何必为难小凡呢？做了半天戏，把自己搞得像恶人一样。你刚刚那一掌，你又传给他多少年的功力啊？难道就让他这么去丢大竹峰的脸吗？
你带我去哪儿啊？这是小竹峰的地方，我不能来。你是小竹峰的哪位师姐啊？啊？有。啊！这药都化到水里了。你是不是生病了？怎么这么虚弱？我少废话。师姐，你还好吧？师姐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为何要吸我？我从小被师父还有师姐捡回一条命，就跟着他们学呗。把眼睛睁开吧。哦。你。为什么？那你为什么要吸我？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师姐，你表面的厉害都是唬人的。师姐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生气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好看，你还是要多笑笑。我是要你再拼。哎，师姐，你没事吧？师姐，要不之后的会舞你就别去了，我担心你扛不住。我的命是师父的。是小竹峰的，可是，哎，小凡，打不过你就抱着他，输了你也赚了。老七，机会难得，是不是？好好把握。对，放心，把握。师傅，老七，师傅放心，我一定尽全力打好这场比赛，不给大珠峰丢脸。你能走到这一步，已经为我们大珠峰露足了脸，胜负不重要，别受伤。为师已经吃惯你做的饭了。
大珠峰张小凡，请赐教。师姐，你的伤有没有好？住口！这次比试，我定全力以赴，还请师姐不必手下留情。师姐，小凡加油！还没结束呢，这张小凡不对劲，他手里的法器绝对有问题。幽姨，这么久了，你和张小凡经常来往，却拿不到嗜血珠。宗主已经在路上，把张小凡带给他。我知道。
这是真气纯净，不似魔教功法。这怕是这法器的问题。小凡怎么可能是魔教中人？我居然驱动不了！不可能，我来试试。 魔教法器以血炼成，只听命于血的主人，没有人可以驱动它。张小凡和魔教脱不了关系，此人绝不可留。你师伯，小凡绝不是魔教中人，我愿以性命担保。我们的野人有性命担保。青云门规，凡是与魔教有纠缠的弟子，处以死刑，绝不留情。那大师就说话了，禀师们。 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随我下山。我不走。如果我出了这个门，岂不坐实了我是魔教中人？你不怕死吗？我不怕。别打我，这次我是为了救他。一起走。 该出现了。我们已经离开青云山了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去见我爹。啊！
我们的血珠与摄魂棒这两大至宝，竟然因为你的血而合为一体。把棍子还给我！爹，你要杀了他，你就拿不到嗜血珠了。你把他收入门下吧，他只听他的。哎，你不说你是通天峰侍女吗？ 大驾光临，贫道守候多时，本门弟子屡遭杀害，定是你们所为。踏入我的万绝幽冥阵，不出三刻，化掉你们所有功力。剑阵。 魔的。
草庙村惨案，我一直在追查，我怀疑凶手是我们其中一个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修炼天阴功法，又身怀魔教法宝，放他出去，天下必乱啊！为了天下苍生，走！嘿！我就是你师姐，别怕，有我在。师父，雪姬，张小凡绝不能留，除掉他。今日之事，我一人承担。
迟早会变成祸害苍生的大魔头。血姬，杀了他！你走吧，下辈子别做我徒弟。杀了他！去哪儿？我答应过你，带你去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。其实你生气的时候不好看，你为什么不笑一下呀？是的情节，偏。